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。那不能，好不好？咱这说的都是文明相声。文明相声，你扫听扫听去。好啊，外界怎么评语我？听周九良的相声就等文明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位老师是我的搭档，他的名字叫。我给大伙翻译一下，这样就是父亲的意思。你的介绍一下，是不是？说一遍，简单的介绍一下。